待他们用自己的表现来定义新的标准。让我们掌声欢迎以团之名优秀学长威神 V。大家好，我是 Vic。
好，各位老师好，我是威神杯的队长坤。我是肖俊。我是威神杯的云云。我是威神杯的 Ten。我是威神杯的 Lucas。我是威神杯的杨洋。我是威神杯的 Henry。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能够以一个学长的身份来参加以团之名。祝今天所有参加汇报演出的同学们呢，能够顺利的完成自己的演出，在舞台上展现出你们最好的自己。加油！加油！加油！好！好！这些很优秀的学长的确是我们新生们最好的榜样。今天呢，威神杯学长也会跟我们一起来见证这一场汇报演出。因为第一组不紧张，在学长的后面是真的紧张。好，那我们就来听听学长们怎么说。你们刚刚其实在表演结束之后，其实我还是在一个很兴奋的状态，因为我感觉到你们的表演真的感染到了我，都是很有自信，然后也是很有热情的。在接下来也要加油，谢谢。我觉得并不达到就是我心中的那个好特别特别好的标准，我觉得可能真的是你们太紧张了，然后所以音准会有一些飘。我觉得你们跳舞呢就是很可惜，因为你们的舞蹈也不是很难，就是只是这样而已，但是你们都不一样，就是有点可惜。我觉得这个你昨天彩排的时候，苏勋伦同学不是没有参加吗？你还好没问题吧？应该就没有完全的好，但是可以跳。苏勋伦之所以不能参加彩排，是因为他脚扭伤了，昨天是他实在坚持不下去了，然后才去医院看了，都在脚踝那能看到两条筋是拧在一起的，我们当时看的时候心都特别痛。其实我也非常能理解你们这个心情，因为其实团体里面有人受伤嘛，大家都会心疼的，对不对？都是一家人，对不对？对，所以一定请每一个团员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谢谢你们。好，时间到，我们来听听学长们的意见。我觉得今天你们八个人我觉得很好，但是呢我觉得那个哲野同学好像有点，我觉得你要基本功要再做多一点。对对对，好像有点不太够，但是我觉得是好的 OK。 不要那么伤心，对对对，叫，谢谢。时间截止，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学长怎么说。所有团里你们是我最喜欢的队。Kakun Cup. Yeah, what I like about your team is that you're not afraid to like express your feeling through music, and then that make every individual one of you are so like charming and very interesting. Yeah. 谢谢学长。你们真的每个人都非常的棒，而且能把那种诙谐幽默的感觉就是抓得很到位。然后如果我可以打分的话，我肯定会给你们打10分，真的。加油。请学长不要暗示老师团好吗？不好意思，开玩笑。好，时间到，我们来先听听学长。我觉得你们的舞台很能量，但是有一点可惜的地方是 ，I think like you didn't the movements are a little different each one of you. Like there's a little detail that you miss, so it's kind of like.It's kind of good, but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Like that kind of like feeling to me. 他刚说你们刚刚的舞蹈其实非常好，但是就是有一些细节不对了。如果你们把那些细节弄对的话，这个舞台会更上一层。对，谢谢。谢谢。时间到，投票截止，我们来听听学长们的意见。其实我觉得队形其实可以在。整齐一些可能会更好一些，
第二个是时间差的问题，那个动作就是还是有一点点可惜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就是刚刚个人技好像有一点点小失误，我觉得太可惜，我觉得你们可以更好的。那时候我脑子里面就是想着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请你们未来也加油。谢谢谢谢。